秀出魔力，百变发型，欢迎收看媲美网的魔发秀。说到了生女系呢，我相信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但是又不敢尝试的造型之一。那如果要打造成生女系的风格，卷发的技巧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的魔法达人就要教给大家一款非常特殊的卷发方法，快跟着他一起来变身成森林系的女生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芊芊，今天要分享给大家一款森女系的发型。这款用到的编发和烫发呢，有一点小心机，请大家看仔细哦。首先呢，要根据自己的发量分区，大概分成5到6个，然后编成三股辫。余下的头发也是像这个一样，编成简单的三股辫就可以哦。好啦，现在所有的头发都编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我的小心机了，要用夹板来固定这个，要夹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哦，这样夹出来卷会非常的蓬松，是非常可爱的小卷。所有的头发都加热之后呢，再用发胶加强定型效果。接下来就要打开喽。用手稍稍打散。大家看一下卷完之后的效果，然后呢，再戴上一个森女风的发带。为了让它更牢固呢，我们就用发丝穿过发带。那么这款发型就完成了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做森女吧。赶快来参加魔发秀有奖问答活动，你就有机会获得由美蒂凯斯提供的蜜糖派对玫瑰蓬蓬水、蜜糖派对玫瑰营养水。如果你还有发型方面的困扰，请继续关注媲美网，还有更多美丽资讯等你来看哦。如果你也是打理发型的高手，请通过媲美网或小P老师微博联系我们，也许下一个发型达人就是你哦。